当圣约伫咧用，着纪念我。当咱纪念主的时，主也亲切纪念咱。啊，即点，咱要来请陈牧师，伊今日再记诶信息是：主是保护者，主是保护者。因为大家平安，真欢喜，已经早起这个时间，上帝所分配做成的安息圣日，牧师伫这个所在用两段的经文，就是马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主是好牧者啊，路加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喜乐的羊的譬喻，用这两个经文，甲咱做伙。通过这个经文，要让每一个人来领受上帝真正是稳定的主。伊听世间每一个属于伊的人，伊的稳定、伊的慈爱，满满伫这个世上。所以咱通过这个经文，咱会当去对这个圣经中间得到上帝来的开朗、帮助、甲听，咱作为阿爸。是阮听人听的上帝，满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伫六日的朝华中间，伫你分别做圣的安息圣日的内面，阮兄弟姊妹同工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我要通过主你的话语，伫阮的信仰的中间来坚固阮的心，因为阮相信，跟对主的人是有福气，跟对主的人伊一生有满满的稳定丰盛的生命。我你的信心会当充满伫今个会场个中间，我讲个甲听个拢会当平平得利益。主，阮将今早起个主会当作芳芳个祭，献伫主你个面前，愿主你欢喜。愿安尼祈祷，靠主个名。两位同工兄弟姊妹，头仔无需用这两段个经文，甲咱做会来。这个经文在咱的一生的中间，能讲是非常的重要。咱拢知，在咱的一生的内面啊，咱平常拢会常常听起的哦，在家靠父母，在外的爱靠朋友。囡仔心中过程中间，伊一日一日会大，所以需要来的挖苦，伊需要来的帮助，伫个生命内面来帮助着伊。最大困难的来源就是伊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若对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伊无来甲插伊的时阵，一个囡仔，伊在成长的过程，可能伊会拄着真侪的挑战，拄着真侪的困难，有可能到尾伊的生命会拄着真侪的试炼，甚至伊伫短短的生命内面会惊了死亡的生命。所以咱。听到的在厝里爱靠靠父母，囡仔成长过程中间，伊需要挖苦就是爸爸妈妈对伊的关照。当囡仔慢慢，伊愈来愈大汉了后，离开爸爸妈妈，伊去到社会中间，也是读册中间，伊需要来就是朋友对伊的帮助。所以伫迄个时阵，上好的就是伊的同侪朋友，也是伫伊边啊。伊的朋友嘛要真侪，伊会帮助。咱伫遮个外在所听过遮个，咱会知。伫人无论是伊的细汉的生活，也是伊去到社会了后的时阵，伊拢需要别人对伊来的一个支持，对伊来的帮助。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一个人伊咧行人生的路障的时阵，牧师伫即代遮甲咱讲，佫一个佫较重要的，就是伫你一生的路程的内面，圣经讲人就是驾机的，吼，就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亲像一个旅客一般。你来遮是做人客尔，有一支你啊，要去到底，要去到天顶的所在。那你伫一生的中间。在你的信用的路程里面，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什么是你最大的帮助和挖苦？
今仔个经文，予咱更加来了解。在咱的一生中间，耶稣基督是世间人的牧者，是世间人拢是主耶稣伊的羊。在这个经文的内面，兄弟姊妹，咱看这个经文的中间，这个经文的标题讲：主是好牧人，好牧人，好的牧者，在咱的一生的中间，非常的重要。圣经的记载内面，咱的好牧者。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拢是主耶稣基督伊的羊。在这个经真理的教导的内面，第一项就是主是好牧者。在约翰十章第十一节的所在，这个经文有讲到的，好牧者为羊来赔命，好牧者为羊舍命。好，兄弟姊妹。在你的朋友中间，到朋友为着你，伊牺牲伊的生命，这对人来讲可能非常非常的困难。刚才你遇到困难的时阵，伊会当用金钱来帮衬你，用言语来支持伊、支持你，种种的方法来灌溉、看顾你。总是一个人，在伊的一生的内面，有人愿意为着伊来牺牲生命。我想是这个世间要找到的真少真少，除非是亲情以外，是不是亲情？有的人也无愿意为伊的亲人来牺牲生命。在这个经文中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世间人的牧者，每一个人拢是主耶稣的羊的时阵，主耶稣伊了解上帝的心意，伊来到这个地面上。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爱安那，伊愿意万人拢得救，这是今日一个真理的教导。伊唔盲安那，万人拢会当得到救。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所在，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安那永生。所以耶稣唔盲的，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着救。所以伫咱的环境的中间，咱看到教会不断的宣告、宣扬，就是安那。你已经伫这个大家庭的内面，你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了后，你还装备家己，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打拼、来努力。那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的注意无多。总是上帝爱伊成全上帝的心意，就是牺牲伊家己，定是伊是欲给点伊的宝贵来拯救世间人。所以咱的主耶稣伊有好牧者，伊的心境、伊的心情，咱的主耶稣有慈悲，伊是疼人关怀每一只羊的，无论是有信的人，还是无信的人，拢是主耶稣。伊所看最重要的一个样本，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有福气的人，咱已经是羊寮来的人，总是羊寮外，搁有无信主的人有非常的多，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有缘爱亲像主耶稣一般样，上帝的心意是爱人人拢会当得着救，通过主耶稣基督，唔盲的就是凡事会当兴盛。而且凡事会当合一。咱主耶稣在伊的一生的旅程中间，主耶稣常常祈祷，所有人拢会当伫基督内底来合做伊。迷信的人伫基督内面，常是安那要做一体，做伙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得到上帝大的稳定、大的祝福。伫哥西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的所在。这是这个经文记载，是地主的内面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洗礼的，伊要伫你这个听的家庭内面，起造伊信仰的根基。这是一个听的家庭，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即个要洗礼的人，伊嘛是地主的内面，成做一个新的人，做伙伫这个大家庭的中间。有分享，有生活，
有信用的交配。所以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通说宣告是非常的重要。教会要不断来传福音，领袖的使命就是要人人都可以归入主。在那里羊条外的羊，我们再想办法怎样把这些人来招呼牵倒回来，在这个疼的家庭的里面。兄弟姊妹，你感觉我们的英国教会有大吗？有大吗？有呢，我们的英国教会有大。我们的英国教会在我们的中华中的里面43间的教会中间，我们是算 A 级的哦， A 级的。所以我们领袖的在圣经中间记载是5000的，我们的教会有大。总是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我们不能感觉我们的教会咱该安怎？教会爱不断努力打拼，搁予较侪人来信主，这是主和牧者伊不断在呼吁的。咱爱做一个尽忠的工人。那第二项就是咱来回应和牧者的听。总会即摆咧推动的是一领一宣告的回教运动。今日即摆一领一。宣告的回教运动，伫过去的时阵有伊的历史背景。福音来到台湾80周年纪念的回教运动，伊的背景就是伫1954年的时阵，咱长老教会的总会总干事吴武东牧师，伊有提出的台湾宣告的报告书的内面，伊讲当时咱台湾324的市的乡镇中间，有161个乡镇还未设教会。而且，咱的长老教会，伊所有的信徒的人数，伫当时的时阵，较占台湾的0.72%，有济无？台湾安尼100个人，甲0.72%，安尼有济无？基督徒非常的少。所以，伫当时代的时阵，伊有一个对上帝所领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家共同的爱去传福音，我最最人来信主。所以伫迄个背景的中间，伫第13届南部大会有提出一个宣告的计划，得到众议员的接纳。伫迄边的计划就是叫做设教80周年纪念教会背教运动，吼、哦，迄、那个背教运动。迄、那个背教运动的背景就是伫1959年的时阵，第6届总会伫迄搭遐接纳的福音来到台湾80周年纪念的一个背教运动。在这个背教运动的背景的中间，1954年背教运动进行的时阵，咱伫当时代长老教会的人数拄啊59,471个人，吼、哦，471个人，教会数是233间，但是10年后拄啊1964年，背教运动了后的时阣，人数已经到102,943个人，教会。数已经到466间，在这10年内底，多安那增加一倍啊，增加一倍。因为这个时代的信徒，因通过大家的努力打拼，因有提出3个考核。兄弟姊妹，牧师在讲这个背景的时阵，唔忙去甲兄弟姊妹去做一个分享的。在这个背景的中间，有提出。考核真重要的就是献心、献金、甲献工啊，这3个献心、献金、甲献工这3个重要的推动事工。当时的时阵要献金吼，献金就是每个月爱献100块哦，来做哪事工推动的一个基金。这是伫献金的顶面，啊，再来哪啦献心，爱常常啊。读圣经，为家己啊啦，也是为要带领的人，为因来祈祷啊。而且为着推动这心会较运动的时间，因依然在祈祷。咱即摆咧150周年的时阵，嘛是在努力，为着这个，咱在精转，搁有一个献心嘛是相像。为着这个，咱爱做伙为着咱推动的时间，咱有整体的祈祷。所以，伫一甲一领伊个宣告背教运动的中间，
献心献金搁献工，当时献工每周是探访30分钟，爱去做探访的工作。牧师伫即大家讲当时的背景的时阵，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伫1964年，在座的各位有位阿爸还未出生呢，对无？1964年以前的哦，你都看到，有位较细汉，对不对？哦，看到当时的背头，当也是个时阵。以及大家牧师所提醒，咱每一个人做一个基督的证人，咱有缘家己爱精转咱家己，咱爱常常有献心、有献工，佮献上帝予你的钱文，也是时间，伫上帝属工的顶面。因为当时咱的信仰的这块，因努力在推动遮个，后来教会啊呐，背家运动复兴。教会数增加一倍，信徒数也是增加一倍。今仔日，咱去宣告150周年，搁两搁一单话尔。咱游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在推动的嘛是三片的运动：献心、献金以及献工。阿兄弟姊妹，咱在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阵，咱要安怎做伙？伫这个事工的顶面，甲总会。这个时间的顶面做真好的结论，献心的第一项就是咱爱不断来装备家己，装备家己。咱不断装备家己，咱愈用心读上帝话，坚固咱家己的信仰。真侪人讲伊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呢，你来去甲外邦人、无信的人要传福音的时阵，有时咱嘛唔知要讲啥物话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我信的方向是在哪里。总是一个基督的证明已经清楚，我的目标、我的方向在哪里。最近我们都在讲军队的一些问题，我会记得我以前做兵的时候在那个成功里，那我在说的是在操练的过程中间，我记忆上深的就是每一遍在操练的时候都有打靶的课哦，这边的人拢，你若有参与过这边的人，你就知道。打靶的课，每一遍在打靶的时阵呐，你要有准备。你打靶的方向伫倒，就是你的头前那个靶心，迄、那个对准的所在。迄、那个就是咱的目标，哦，迄、那个就是咱的目标。迄是一种啊啦，迄是一种的良心。一个基督的精兵一在。伊愈读圣经愈济的时阵，伊愈认捌上帝话，而且伊啊呐，伊愈听见主的声音。但是今物咱伫咱的生活中，甲真济杂音，你知影无？你有感觉无？伫你的媒，伫咱的媒体，啊，伫咱的环境的中间，有真济无同的声。所以圣经的中间记载，好牧者甲伊羊群，伊是真密切的呢。真密切的关系的时阵，羊群伊会听见牧者的声，伊有智慧，伊有知捌，伊有常识，知影这个牧者。但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去知影？咱的主的心意，咱的上帝的心意。甲咱伫一生的中间，你若想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阵，你要安怎去行出言行合一的一个？都伫圣经个内，所以羊群伊会当听见主个声。一个人伊若有信，伊就会去听着，伊听着神个声。伫约翰福音10:26个所在，只是恁毋信，因为恁毋信我个羊。上帝羊，伊因为信上帝，伊会当呾听上帝个声，听了伊就知去分辨。什么是好牧者？什么是安那豺狼？兄弟姊妹，这真重要哦！哦，我一边啊去美国的时阵，住伫一个牧师的厝，啊去美国住迄个牧师的厝，伊个厝的所在住伫纽约的边啊，尔啊真古锥，一早起来时，哦，安尼路啊拢伫迄伊个迄个庭院，伊来走来走去啊！我讲，哎呦，啊牧师啊，
哎，我就问迄个东港迄个牧师讲，哇，恁遮迄个罗马拢伫遐走来走去哦。伊讲嘿啊，迄自然迄袂使去掠，伊讲袂使去掠。我讲安尼哦，哦，啊，这若伫咱台湾的原住民哦，我的兄弟姊妹厝边啊哦，个人头壳烧烧的，掠去厨房啊啦，解决的啦。哎啊，每一个大个所在无同的时阵，文化种种无同的时阵，感觉真趣味。后来我在想，好，后来我在想，在环境的中间，咱人嘛是一般样，吼、哦，像这个，我在讲这个路啊，诶，若好木质的时候，你睇，哦，啊，这个路啊足水，咱来安那好好的保修，好好的灌溉，好好的养饲。但是呢，若是彩龙来的时阵，哦，啊，这只路啊有够水的，这个肉一定足好食，这拿那个杀一杀来吃，不知道有多好呢。兄弟姊妹，在咱的环境的中间，咱来去分辨圣经中间的记载，通过主圣经的话，咱来去分辨什么是好牧者，什么是豺狼，什么是这迄个盗贼，咱来去分辨。在约翰福音书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所在，我也是实在在跟恁讲，人入幽门，不是对门入去，倒去门。爬出来，那人就是贼，就是什么强盗。这个经文的记载就是讲，一只羊，伊知影好牧者，伊也去听好牧者的声，所以好牧者，伊对伊的路，军队伊的路未偏远，伫偏到不好的路。因为啊，你行唔到路的时阵，那边有很多的盗贼，很多的豺狼。所以有听了的时阵，咱去安那爱去军队。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哦，第一代遐，这羊听去主的声的时阵，伊安那，伊爱去军队。当边那去军队，就是安那认真。在咱的生活中间，遐你怎么有认真去听上帝的话无？我有一遍啊，拄到一个摩门教的哦，在搞传福音啊。啊！摩门教咧，我传福音，伊讲，因信的敢那耶和华上帝，啊，伊嘛信圣经哦，伊讲耶和华上帝。啊，我是甲伊讲，啊，咱有三位一体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内面，因的信仰的中间，因无接纳。兄弟姊妹，你要安怎甲伊对话？你对圣经的中间的记载，你若无真清楚的时阵，可能你无法度。所以牧师鼓励你，你爱安怎？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真实上帝恩典的话。在圣经的话中间，圣经的话要真多咱的快乐甲力量。圣经是咱一生的话。在圣经的中间，一生讲上帝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诗篇一百十九篇的105节，甲咱每一个人所分享。所以上帝通过伊的话，通过牧师甲咱做伙分享的，你一生稳定的力量对倒来，就是对上帝来。有真侪只企业家拄着困难、拄着挑战、拄着恶担当的时阵，伊唔知影要去安怎做。那你怎话？上帝的话要真做你的帮助。在困难的环境中，上帝用各种的苦难啊。有的人拄着苦难，伊就安那离开上帝。兄弟姊妹，我跟你讲，你拄着苦难的时阵，你不要离弃神。好，上帝要用各种的苦难，引带咱来亲近伊啊，让咱每一个人安那永不放弃。这就是一个信仰力量的泉源啊，兄弟姊妹。所以你看世间中间真侪信仰的伟人，因拄着挑战、甲困难的时阵，因得到上帝来的帮助。所以，咱要不断来啊，装逼家己，而且咱爱无停的祈祷啊。祈祷是基督徒的快乐的一个源头。韩国人因是啊，咱讲安尼哦，三星的物件拢较好，吼、哦、啊，三星的逐项拢较好，韩国物件拢较好。你敢知影？赵永基牧师伊在甲人讲啊，韩国的强。不是韩国人比人家好，韩国的强是哪哪？
因基督徒不断努力地追求信仰的路，这个信仰的道路是源源不断，如追求的时阵，上帝祝福嘛是安那，源源不断。所以基督徒开咱的力量是对得来的。圣经中间的记载，讲人的话唔是挖壳饼，真侪人感觉讲我财力足好，我啥物会做你的财很足好，我就会当得到世界所有的一切。兄弟姊妹，我甲你讲，这是唔对的观念。圣经中间的记载，人的话是挖壳啦，上帝一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那么你就永远的活命，你安那认真读圣经，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好、哦。你要认真读圣经，你有一天，你去到天顶的所在，那个上帝问我，你安那来？我拢无忘了了来。爱认真读圣经，而且呐，爱记得，不停的记得，记得要予咱领受上帝大的祝福。基督是爱操练的吼，啊，唔要基督清清菜菜基督，我刚才跟我的信徒吼，家里住闽南文娘，你在基督上，我牧师我都很认真哦，晚上睡觉的时候，基督在困你的地啊，我们祷告到睡觉也很好，啊，基督安样啦，无停的基督。那我圣经中间的记载，圣经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会太赢，才会得赢。这是圣经中间有例呢，不是没有例，圣经有这个例子。伊这个例是对得来，是对因大家整合做伙了后，约书亚，吼、哦，阿甲伊以勒，哦，约书亚甲户尔，因这一个团队，因做伙手举起来祈祷的时阵，因得太赢啦，对不？因的太阳才对，手举起来，这是一个象征。手举起来是咱的手，用咱的手来祈祷上帝，用咱的手来服侍上帝。所以你要做一个基督精兵，咱无祈祷，你就无开啦。圣经中间的记载啊，咱常常啊，不断来祈祷，推动上帝的圣手来帮咱在咱的需要的顶面。你有需要，你有祈求，上帝啊啦，会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真重视的，就是咱在咱的生活上间，咱来认真做一个要祈祷的人。你爱不断来操练你的祈祷。我较早在军队的时阵，去用选择迄个射击手吼，所以我咧打靶嘛真准啦吼。每一遍啊去射野区啊，我的囡仔嘛带囡仔射野区吼，啊爸爸。遐有迄夜市啊，迄打迄个，拢有迄拍鸡鬼啊，对不对？吼、哦，有短枪、长枪，爸爸你做准的，你去拍，你去拍。爸爸每一遍咧拍，真的十发就是中十发，我说唔是咧超短啊，十发就是中十发。因为安那，你伫军队内底，你都有接受这个操练。我哩阵咧操练的时阵，规个哦，然后钢盔吊伫头前，甲你踏一个一块砖啊，无够，佮伊踏两块砖啊，叫你安怎规个啊穿安尼拄咧安尼啊，规身躯安尼皮皮擦皮皮擦，规外久？一点钟哦，唔是一分钟，是一点钟。规到尾啊，迄手嘛唔是你个，脚嘛唔是你个，安那规身躯拢麻。但是你经过遮操练了后的时阵，你再打靶，非常准。你啊只要迄个准心啊，你啊调料啊会好势，差不多命中100%。牧师要来讲的就是安那，兄弟姊妹，你要真清楚。你为着你的欠缺，为着你的需要，在祈祷的时阵，上帝的奇妙，上帝的神迹，在你的心中会显明出来。韩国人因是安那，会愿意去祈祷，因为已经抓到上帝来稳定个就。所以祈祷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当然，要参与伫因遐伊宣告国家运动，搁一个第二项就是爱献金啊！献金，真侪人伫咱的生活中间，经济愈来愈无好哦，咱要奉献，那有个人啊，我这奉献，通讲哦，我奉献这個、啊，我去减真济，很欣慰。上帝甲话甲你讲，你爱安那献10%，安那伫宣告事工的顶面。
牧师常常鼓励我家己，我爱参我啦，是因的奉献。咱看到伫咱的环境中间，从我基督教袂伊，吼、哦，因认真咧经营，伊嘛真关怀遮弱势，因做真侪啊啦，资源的奉献，来做宣教。咱永旺教会嘛是，阮中山教会嘛是，敢有较散？牧师甲恁讲无较散。中山教会愿意去奉献，上帝祝福愈来愈大。伫马勒基三章第十节的所在，牧师毋忘记这经文，真做你的根据，真做你甲上帝立约的一个根据。有个人伊有金钱，伊献金献金钱；有个人有时间，伊呐伊献伊的时间。牧师伫即大家讲的献金，毋是甲人讲献金尔，有钱的奉献金钱。有功的怎么样奉献咱的时间，只要你肯，上帝啊，上帝要看重你的内心。第三项就是啊，爱献工，吼献工。咱每一个人，上帝通过主耶稣爱带遐个人来信主，要带遐个人来信主的时阵，主耶稣要给咱啊有嘴，爱啊呐，爱去传福音，讲造就人的话，吼、哦。用咱的脚，用咱的手，来引出较侪失丧的人，需要关心的人，尤其是啊，迷失的人。咱的主要说伫这个经文的中间，又讲到一个饲养的比喻，一百只羊，一只减去一只的时阵，伊啊呐，伊九十九只囥的，伊啊去找一只。有人感觉真奇怪，哎、欸、呀，只九十九的人较重要嘞，啊，迄、那个人，卖伊该去找迄个人。牧师跟咱分享，伫这个经文的内面，油条来九十九只，主是看最重要，总是伊伫伊的心情、心智的顶面，伊知影上帝的心意，佮需要去关心迄只迷失的羊。但是因为咱遮拢是油条来的，外面佫有真侪，咱的主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安怎，咱去关心遮的。需要去关心的，咱去关心的人，咱的环境愈来经济，兄弟姊妹，我唔知你有在看这个媒体，感觉咱的经济吼，敢那愈来愈无好安尼。即摆年轻人，那开始啊呐，才22K 尔，毕业了后去外面赚钱22K 吼，所以经济遮的因素种种遮的，有可能啊呐，咱的环境的变化，经济人需要关心，咱爱去关心遮。亲像主耶稣所讲的，你得爱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最大的改变，阁有一个，疼主比亲像啊啦，疼主比亲像啊啦，亲像家己，哦，亲像家己。这就是啊啦，一个律法师，伊真有智慧。但是伊真有智慧的时阵，伊要问主耶稣，哦，我要安怎得到永远活？你要不要得到永生？兄弟姐妹，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想要得到永生。这个律法师伊是足有智慧的人，伊就是安那问主耶稣啊。伊讲主耶稣，我要安那得到永远活，永远活就袂死啦。永远活就安那，就是天见天，未去天堂的咯。这个律法师伊惊咱人生的路尾，伊知影有一天人安那，人爱离开这个世界。伊真有智慧，伊问主耶稣，主耶稣讲安那？你爱去做的，你的看法人啊，主要说无甲讲答案，主要说干那甲问讲你的看法人啊。这个如果说用两条，就是牧师今麦咧讲的这条，你着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后来佫一个经文，伊讲爱疼主比亲像家己。这个如果说伊真有智慧啊，已经知影答案就是安尼，但是伊佫问主要说。主要说，讲你讲的就是，你安尼去行，你就永远活。兄弟姊妹，咱要得到永远活，咱来听上帝，就是十字架，咱来听上帝。欢喜就是安那，咱来听主边亲像家己。牧师所讲的这个听主边亲像家己，就是安那，有真侪人需要去关心。你是不是去看到遐需要关心的人？这就是咱的厝边。最后，牧师所要讲的，伫牧者的中间的合一，一个教会是一个整全的教会。
咱的总会拢总即摆有几间教会，你知影无？兄弟姊妹，我们的总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有几间教会？你知无？有1,288间，好、哦，1,288间，遮济的教会内面，咱教会安那要甲看做是一间的教会，一间有宣告溃烂力量的教会。咱一间的教会，咱为着上帝的国度来做宣告，有济济人来信主，在伊的生命内面，一旦得到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咱每一个人所爱努力打拼的。做一个人，若是规地牧者的时阵，伊的生命就会呐得到永恒的一个保障。哦，啊，愈侪人愈好，愈侪人的时阵，呐，愈侪人愈好，愈烧了，会当有福气，有教会，伫上帝疼的内面，伫疼的中间来成长，伫疼的内面。最后，牧师用这个经文甲咱做伙来分享。主耶稣伊完成上帝心意，就是人人得救，而这个福音会当遍传。早期的时阵，福音来到台湾1865年的时阵，迄阵台湾也无人信主，但是到今仔日台湾已经20-30万人信主，而且啦，咱的信主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咱爱努力。吼、哦，咱应该有哪有这个企图心，带侪侪人来信主，无论咱的亲情，无论咱的朋友，咱归心这个时间的顶面来满足上帝的心。我相信你安尼做，咱就会当满足主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成做一个见证主名的人。咱做对大头来。受恩天堂的天父上帝。我满心地感谢你，我是感谢你通过主你的话语，予阮每一个听姊妹所领受的，阮知主你是好无食，你疼阮，你爱阮每一个人伫神的顶面会当努力打拼，甲主你三甲坚定，愿主你会当帮助阮，予阮每一个人会当不断装备阮家己，阮伫心的顶面努力学上帝话，坚固阮家己。信用，而且阮不断通过彼此的合一祈祷，通过祈祷的顶面会当领受主你不断的祝福稳定伫阮这个大的家庭的中间。主恳求主你会当帮助阮，使阮舒服伫阮的中间，予阮成做一个基督精兵，不断来见证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名。